我操，拿中500万彩票的几率去中了一瓶可口可乐，再来一瓶。梦幻西游39级神豪玩家携带40级位鉴定来追梦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玩一个39的 PK 号得花几十万，你敢信吗？傻呀，一个40级的号花2000块钱开出了祥瑞，40级的破碎，40级的愤怒啊，鉴定出了40级的物理系的梦想。这是我首次见到物理系的梦想在40级的角色上，原来40级能出神器是真的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把武器的话，用296啊除以3加182啊，基本上只要减命中就是爆伤害了。40级的专用武器啊，帽子的话野兽之力，武器的话物理系梦想愤怒破碎啊，没有人可以打倒他们啊，除了升级以外。我操，草率了草率了啊！这兄弟鉴定要40级腰带本身就是一种凡尔赛啊，他一个40级腰带出了无级别愤怒再加精致，一个无级别加愤怒出现在130级能卖上4500万，140级现在全服就2双，150都没有，无级别愤怒腰带出现了40级啊，拿中500万彩票的几率去中了一瓶可口可乐，再来一瓶。如果说这个腰带在40前面加一个一的话，这个腰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？兄弟们不敢想象啊。来吧，带你走进老板近乎疯狂的40级军火鉴定资源。我靠，篮子出了，强化的就是不一样，心理作用还是真的不一样啊。不强化的武器呢，一般260多是最极限的，四段宝石也就是初始伤害210多吧，这把武器148啊，155，哎我靠，强化的属性差不多也有130多的，又130多的啊，强化只多了几点呢，但是高伤害的确实多，156 142 136 150 152啊，强化爆伤害的还是比较多的啊。第一波的特技呢是珍宝啊，再加上一个特技圣灵之甲啊，136 136 153 136，没蓝字全拉，没蓝字全拉，有一个蓝字绝杀，156啊。去那边40级强化的一把剑多少钱啊？得6块钱吧，强化石很贵的哟，2块钱，4毛2，三个强化石啊。哦，我还以为10个20个呢。专用来喽，物理系的追求啊，但是没有梦想啊。第一个是136 145，专用142加永不磨损啊，垃圾啊，136 136 136简易，哎呦我操，40级第一把强化简易，可惜啊，伤害是国标啊，尊重一下，不看太快，肯定要快着看，这种40级就虽然肯定快着看，没有蓝字的东西一点用没有，40级的装备只有无级别跟简易可以用，再不就特技啊，具体伤害是136还是158，只要没蓝字不重要。136 136 155 155 148 136 151 156，哎呀我靠，兄弟炸了，好像逆天的三蓝字之39级超神器，强化打造的碎甲必中加简易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四段宝石能不能达到260的主流，173加上100点命中除以3加147 238啊，4832 270，然后还有敏捷16的话再乘一个 0.57 再加上一个 9.12， 这把武器是279综合，然后还带必中啊，平砍必中，没有精致啊，没有精致啊，要是碎甲变成精致的话就可以了，必中也还行，这把39级的武器算是小超神吗？啊，方寸山还可以用啊啊！老板的武器应该是更新了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更新了吧？啊、这把武器的话用286除以3加165，武器的话260，恭喜老板，武器更新了啊！宝石算了两次吗？173加100点命中除以个3加147啊！宝石算了两次，操！啊！我说这把武器属性怎么这么好？哎我操！老板这帽子，这帽子还能追吗？大特技精致加简易，还他妈带修罗盔的腰啊！这帽子没得追啊！完了，这武器还是差了一点啊，伤害低了一点，有啥用啊？一直想不明白，真有老板去玩39级的，兄弟们可别小看39级，老板投资下来一组号100000呢，宝宝才是他们的灵魂所在。看他们的设定里呢，是宝宝最多7个格子，认证也算，就是允许红书了，最多7技能，这个是加一就是7了，这个是6，这个是7，这个是7啊，这家伙力劈壁垒，12个格子开满，但是出其不意加须弥的雪花，我他妈的这只宝宝过分了啊！我还以为一个1000块钱能玩个差不多的号，结果你他妈上来一只宝宝就上万，上一只宝宝就上万，这12只宝宝能他妈买一个175了，我操，这宝宝过分了啊！我你妈力劈壁垒还他妈、力劈壁垒还不是力劈还在出其不意，成长1.245啊！这只宝宝的诞生得祸害多少龟丞相了？你们自行脑补去吧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刚才我以为梦幻西游是有钱人的游戏，但是没想到39级也这么费钱啊！刚才我还寻思1000块钱陪你们玩玩，结果他妈这只宝宝是细节中的细节，为了极限符合39级的 PK 定律，不能超过7技能，他妈连认证都没有啊！这只宝宝如果一旦认证的话，就会违规啊！兄弟们，一旦认证就属于违规，静态加死亡。
竞拍加死亡的组合，就连175都还没有普及，但是39就已经有了，真的是卷中卷啊！我操，攻击1600的七技能满面，上古灵符虚弥，灵能激发加虚弥，加上认证正好七技能，虚弥的小火蛙七技能，上古灵符的雪宝宝啊，雪奈宝宝不需要虚弥。出其不意的虚弥啊，人手一只，大家总有刷任务的时候吧，刷任务的时候没有个出其不意怎么用？隐身啊，隐身的六技能隐攻啊，工资1750，上古灵符的晋级法爆，力劈的六技能牛头，晋级必杀的马面，高廉的僵尸，出其不意的虚弥龟丞相第二只，上古灵符的奈虚，景台又来了。有出其不意虚弥不是很惊讶，有镜台这就过分了。看宝宝我都害怕，杀人力劈啊，1.3成长的僵尸啊，1401马上吃元宵，1.3成长，高廉龟丞相六个核心技能啊，加上一个高级招架，一只常规的奈虚弥，一只法防加镜台妙题，39就已经都带了，175还没普及呢。在镜台妙题的这条道上呢，39已经走在了175的前面了。哎呦我操，还有壁垒镜台，我他妈的啊！这只宝宝呢是一拳超人一致。啊，没有一致，晋级必杀啊，有晋级必杀加一致啊，上古灵符的虚弥一致啊，虚弥啊，一致晋级法爆高神啊，没有一致，出其不意又来了，兄弟们啊，认证以后七技能的出其不意加虚弥，死亡加镜台，刚才法防加镜台，死亡加镜台。